格莱芬多。天的时候跟孟纯还有跟彩杰，衣服超好看的，我觉得。对啊，对，这本来就是我记得也是直播啊。特饮料限提件限定的饮料，就是卖完，就是一天的量，它卖完了，所以我们就本来想说这是在回家的路上，我胃超痛的。早上有吃就可能是因为牛奶跟麦片的关系，因为我很容易胀气，坐着，我打鼓嘛，所以我就一直坐着，所以就没有发现。啊，天啊，这我胃超痛的，所以我就决定坐到我家附近的捷运站，要有位置，不然我痛。走路都很痛的那种，胃药吃，我刚有吃。饿肚子，就是很容易胀气。这，而且你胃，然后或者是坐着是最好的舒缓的方法。Hello。我刚刚没有看留言，就讲这个啊，我放到要用啊，我看看网络上喝水，二睡觉，三坐下。痛，胃痛。谢谢花 Q 的玫瑰。各位，那个，那个太 kick， 有看上面的留言。Hello， 冯。新的感觉，谢谢七月的玫瑰。所以今天想，Hello 郑 ，Hello 塔瓦哥，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因为吃胃药。我没办法分辨，或者所以我觉得有舒缓我的那
Winky，Hello。打合路，哎，我最近我昨天可以哦，可是现在可能要再多说，我想要安静直播，然后每一次我到后面我告白气球。Hello， 阿如。哎，天哪，我的手机被掉了，要修呢。哎呀，谢谢五一的告白气球。然后你给我一点。时间对我剪了，为什么我跑不动？其实，Hello 阿华 ，Hello 宽宽，谈什？你闭嘴啊，华！弹舌，对啊，弹舌就是不行，说很废话，写力气。快睡着，要休息。你看，才可以变帅一点。很难，你知道吗？好吃，超级好吃。还是是因为我不。这个很好吃 ，Snickers， 大声一点，不行啊，要很强的那种。你这狒狒，网球是网球，不是网球，网球变狒狒了。Hello， 古早古早味，我应该是胀气，因为早上。这是吃了地瓜，也吃了沙拉，也吃了麦片，跟喝了牛奶。然后其中这个地瓜、麦片、牛奶都会让你胀气的东西。对，我喜欢吃 Twix， 这很好吃。好难的，我最近蛮喜欢这个 NCT 的。这样的，我真的很痛，你知道吗？走一步路都是那种，你走一步，胃就往下弹一下那种痛动。对 ，back it up，back it up。Hello，Hello， 明晶 ，Hello， 谢谢玉案的玫瑰，我要睡觉。
I can do this all day. Back it up, back it up. 我是吃那个胃散。Hello， 峰峰，你最近比较喜欢听 Super M？ 我吃，我听 NCT。I can do this all day. Back it up, back it up. 啊，也是。You should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我觉得那个 Stereo 那个新的 I'll take you anywhere. Make a wish. 那个啊，那个是日本人三个月出道，超亮超亮。 Shutaro 不好意思，我讲错你名字，是他喽，赞，超级厉害。什么？阿华，阿华说，阿华说还是你吃龙角散晒一下。我想说，龙角散是对喉咙比较有用，对胃好像没什么。对。然后我前几天，因为我知道 Lucas 也是香港人，然后他是泰国跟香港的混血儿，然后我就有注意到他，我就想说他以前不会跳舞，然后他现在就变得很会跳舞，我就想说真的会进步，真的很厉害。我觉得舒塔罗他的样子很像小宝宝，真的像小宝宝，你懂吗？就是像那种刚出生的那种弟弟的样子，真可爱。喜欢他那个换节奏的那边，就你听那个鼓，不是那鼓，就那个 bass 的声音。这这边，这边的鼓声超好听，有什么不好的预感？什么东西？要不听那个？又 K one。之前好似大概佢同我同年，跟住好似大概中一中二嘅時候，佢好似幾出名嚇，跟住係網紅。呢是張氣吧？對啊，倒轉那一段超酷的，我覺得。叫什么罗哲明吗？给你们看，他也很可爱。就是我之前很早很早之前听 NCT Dream 他们第一首歌的时候，他们第一首歌叫 Chewing Gum， 就是口香糖的意思。然后那首歌我一看就觉得很可爱。然后他是我喜欢的那种弟弟的类型，曾经就是有。就是蛮关注他的，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怎么再关注，就是一下下要看一下下不看的那种感觉，所以对，就是比较少关注韩国艺人吗？对，就是大概在高二高三最喜欢的就是 BTS， 那时候大家都很疯狂。对，弟弟们都长大了。Hello Marco， 开心大家都叫迪比，不能同意更多啊，有不见 Marco， 我同意你的讲法。就这个给你们看，给你们看他以前 NCT Dream 的时候跟现在真的是差超多，就是差很多。还有一个我也蛮喜欢的，就是。里面有一个成员叫做 Mark， 对，拜拜 Leo， 这是 NCT 里面有一个叫 Mark，
Mark 也是很全能高手，全能的感觉。等我一下。哦，唔知啊，应该唔会啩，但系我冇咁样讲出嚟，应该都。他以前是长这样的。这是他现在的样子。就我之前说，就是那个 NCT Dream 里面，就是有一个很可爱的男生，我一看到就觉得，哦，他很可爱，他应该就是我的本命这样子。对，他现在变这样哎，然后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是很可爱的。他以前是这样的，然后现在就变刚刚给你们看的那个样子，就变这样，很酷。对啊，浣熊，我也是觉得他很可爱。然后还有一个形差有点多，对啊，以前就是啊这样，然后现在是这种。哇，太可爱了，太棒了，你懂吗？然后，还有一个叫 Mark 就是感觉完全没变呢，你知道吗？完全是没变 ，Mark， 对，样子，因为他那时候已经算是 NCT 里面，虽然没有到很大，可是也是。好像也是比我大了，然后 Mark 也是1999年，对，对啊，他声音变超多哎，你知道吗？以前就是我刚刚给你们看的了，他以前就是声音比较可爱，唱歌 rap 都有，然后现在变成 rap， 我说哇，而且是超级低音炮的。对啊，完全是看着偶像长大的感觉。我胃好痛。对啊，年纪超过了，因为 NCT Dream 其实就是一个年下，怎么说，就比较弟弟团。20岁就要离开那个团体的感觉，对。然后就是20岁之后就不能待在那个团体，他就是这样。然后，对，好累，好。One nice， 我真的痛死了，要死我。要修改，吓死我！对，其实 NCT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可是也有点像 AKB 或 K 的感觉。Hello， 泽宇，取消了20岁 Dream 毕业制度，真的、哦。对啊。
行，我现在开，我现在开一个小时的话，下个礼拜啊不是，下一次都要开三个小时。我现在这样子做应该就不错，希望就赶快要赶快给我作用一下。吃东西，胃痛还吃东西，真的是犯贱嫌弃。可是我爽了。哈利波特很好看，你不觉得吗？超好看的。完全看不到上面写什么字，所以我就随便按。反正我是哈利波特，我都喜欢。我曾经高中有一阵子超级迷哈利波特的，都是迷到那种，我买了一本本子，然后打算在上面写里面的咒语。对。梦泉好像后来没有买，然后彩姐买了裙子，然后我就买了这衣服而已。真的是超级迷那个哈利波特。Expecto Patronum， 真真无法隐身。最后有买吗？当然是，有买本子，可是没有写，因为那时候快毕业了，然后大家都赶着就是复习啊，然后很多作业啊，没有时间做这个。魔戒，我知道。魔戒。前转，哈比人，我也喜欢看的，就是老板颁奖 ，Hello 圆滚滚，最好是可以召唤到我，你想得美。好，我晚熊，那也帮我跟圆哥说。加油，虽然不知道加油什么，反正就加油就对了。我也有那个哈利波特的魔杖，我在那个环球影城我买了三只魔杖，然后有一只是我买了四只魔杖，然后三只是可以亮灯的，有一只是最普通的那种，就是想一下哦，我买了妙丽、哈利波特还有荣恩的魔杖，然后都可以亮灯，然后再额外买了一个哈利波特的不会亮灯的魔杖，然后就放在我的家里，就不是在台湾，在香港家里。那时候我真的是超迷，我超级迷哈利波特。然后我买了，笔记本，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就是那个哈利波特魔法跑的那个造型的笔记，还有一本是硬的笔记本，还有它的围巾。然后因为
我不喝气泡饮料，所以我就，就是我的家人就点了那个啤，这个哈利波特的啤酒其实是奶油口味的气泡水，然后我的家人就喝，我就借喝一两口，就蛮甜的。是超级迷哈利波特的，以前的，现在也很喜欢。可是我没有看怪兽与他们的场地，那你知道吗？那个名字太怪了，怪兽与他们的场地 ，Hello， 这是什么名字？就跟那个刺激1995一模一样，什么刺激1995啊？那个生什么科的救赎，这样还比较好听。刺激1995，这什么名字？跟那个怪兽与他们的产地，怪兽与他们的产地？问号，产地，要求。可是很多东西都是。名字先吸引别人啊，好看吗？我没有看过，那我有时间一定会看，因为是哈利波特的前传，对不对？巧克力酱没有渴望，对饼干也没有渴望。如果是因为名字就忽略它的好，这太可惜。那当然是啊，可是我不会因为它的名字，然后就忽略这部电影或者是什么。可是如果那个电影叫做《刺激1995》，我真的是看你不会看。这我会先，啊，什么烂名字，要求呢？然后我在看内容大要，我就很想去看。可是名字真的是很问号，你懂吗？我是什么啊？抖音歌不要，拍谁？点心面只是我随手拿过来想吃而已，不然就是会很感觉肚子空空。遇到很糟糕的电影名字就很不想要点进去，我是这样。像什么东西的感觉，什么《阿甘正传》，这首歌是 Lucas 的出道曲，加勒比海盗，加勒，我讲错，是加勒比海盗。然后我也觉得很好看，《神鬼奇航》超好看，我也曾经有一阵子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看《神鬼奇航》，对，《刺激1995》很好看。嗯，听起来感觉这很像战争电影。
后还有那个那个魔鬼中介者，那个我们香港叫做未来战士，对，大阪 Marco， 对，有一个叫我刚刚是讲什么？对，他们那个魔鬼终结者会叫做未来战士，未来惊喜，超棒，很好看。对，还有一部，刚有看到有一部说什么？什么总动员，海底总动员，玩具总动员，什么总动员，要求什么总动员啦、啊、我们都叫什么海底骑兵啊，还有那什么反斗骑兵啊，我们喜欢用骑兵哎，什么什么骑兵哎，还有一部叫什么《夺宝骑兵》，你知道《夺宝骑兵》是什么？夺宝骑兵是那个他的小屋，夺宝骑兵就是古物骑兵是吗？对，这是那部，就是那个。那叫什么 ？Indiana Jones， 对 ，Indiana Jones， 他出很多集，什么水晶咕噜头，对，反斗就是那种，就是很跳皮的那种嘛，对，还有那。罗拉，我们是叫做夺物者罗拉，法贵骑兵，还有很多，对，反斗，这是有变形金刚，这是变形金刚，夺物，物地的物，少物的物。我看啊，恐怖片，我都超喜欢看差级的。我以前大概高一的时候，突然想起差级，因为我小时候很不敢看差级。啊，是高一还是高三？我忘记了。那时候我不敢看差级，所以我就没有看。然后长大之后就很想看，然后就去看差级。看一二三四五六，对，都看过了。不会想到诗雅，可是看恰奇就会觉得哇，蛮厉害的，就是娃娃可以动，也可以杀人，我觉得是很疯狂。然后我看到这就觉得哇，太棒了吧的感觉，你懂吗？就是不是说很棒，而是说那种。哇，真好的那种感觉。夺宝骑兵，我不想要一只，我不需要，对，不需要。那我记得最后一集好像那个有个短发的，就是那个鬼娃新娘跟恰吉的女儿，对，他们的女儿，橘色头发的短头发的那个女儿，她想要当人类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把灵魂换到一个人身上。
还有一个啊，我想到一部电影，你们知道那个《银翼杀手》吗？还是有？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游戏，有一个游戏，一个游戏叫做《Heavy Rain》。Heavy Rain， 就是每一次下雨的时候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然后那个爸爸都不见了他的儿子还是什么的，然后发现最后是有一个杀人犯，不是《银翼杀手》，不是，我讲错了，我是说《Heavy Rain》一个游戏，对，《暴雨杀机》这是一个游戏，不知道他有没有电影，我想看电影，如果有电影的话，我好想看。然后他结尾就是那个小孩被困在一个蓄水口，对，然后下面就是一条一条那种渠盖，对，垃圾渠盖，不是垃圾渠，是那个渠盖，对。然后到下雨的时候，那个男主角的儿子就在里面快要溺死的时候，那个男主角就跟那个坏人打起来，然后打，然后就把好像是把那个人推到一个废物碎，就是那个你懂吗？就是那个丢进那个，就是把所有东西所有垃圾丢进去之后，它会碎到变很碎很碎的那种，对，然后。就那种大机器，然后那个人就被男主角推下去了，我说哇，太厉害了，对，粉碎机，你是说那个吗？那个拿红色气球的那个吗？那个我有看过啊，其实我没有不敢看的电影，我最不敢看的就是鬼片，可是鬼片我也会有兴趣去看，所以其实不会有不看电影。一级玩家，我有看过一级玩家，就是很多以前的那种街机游戏里面的角色都跑出来。Hello 金佑，谢谢小夫帮我解答大家的问题，因为我没有看过鬼面，然后我也对鬼面没什么兴趣，所以我不会去看鬼面电影，除非真的人找我陪他去看，那我就会陪朋友去看，对，可是其实我对鬼面真的没什么兴趣。好的 Neverki OK， 谢谢小燕的玫瑰还有金佑的玫瑰。差几？对对对，有，我知道。超好看的，我真的是那时候看到这个电影预告，我
就是马上跟我的高中好朋友们，那时候我才高三还是高二，就马上跟我的朋友说我一定要看这部，你们要不要一起看？然后他们说好啊，当然好啊，当然好。然后就去看了，就觉得哇，我超喜欢这种类型的电影，就是是有点可怕可怕的，可是也没有到像那个鬼修女的那种那么可怕。因为鬼修女你知道吗，鬼修女那部太可怕了，那个我看完之后我到家我睡觉也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鬼修女的样子，我觉得很可怕。对，特别是有一个修女的那幅画挂在墙上墙上这样子，然后其中这是一个电影里面的内容，然后有一个像那个鬼修女一样的那个影子走过去，那个就是从一个墙壁走到那个有画的墙壁上面，然后刚好他的影子就是他身体的影子就对准了他那个有他的样子的画，对，就这样子。然后就那音乐突然就这样子，你懂吗？就是那个音效很厉害，那就吓到我了，要数，然后说哇，很可怕，要来了，什么东西要来了？结果就突然就哇这样子，哇，对，那恐怖的氛围超级厉害。喜欢看那种有寓意的故事的电影。就是看完这个电影就学到什么的那种。就像是那个夺魂剧。那个 Jigsaw 那个那些圆滚滚的告白气球，其实我蛮胆小的，只是我很想去看而已，就是我不怕去我不怕去鬼屋，我不怕看鬼片，可是我最怕的就是突然吓到我的那种，就是我很容易被吓到，应该是这样说才对。讲人性啊，夺魂剧人性啊，那些圆滚滚高白气球啊，华我也会看那个人工智能啊，还有一些关于地球的电影，像那个之前不是有一部电影叫瓦力吗，就那个瓦力也是在讲关于地球的。我没有看过《云端情人》，香港电影吗？我也是最不喜欢 jump scare， 我最喜欢的是令我觉得很心寒的东西，这让我觉得哇，人性的丑陋，还有人性很罪恶、很邪恶的一面，我很喜欢看这种。对，瓦力很感动哎，瓦力，我超喜欢看瓦力的，就是因为他知道要就是要找那个草的，就是找一个植物，然后他还把植物就是放在那个鞋子里面，然后他还有一阵子被就是被修理还是被怎么了之后，他就忘记所有的东西，然后也。忘记伊娃，也忘记他伊娃还是伊娃，忘记
对，也忘记了他，然后那天很难过，你知道吗？后来他又好了，好了之后就，就是看完大结局，大结局是很开心。我喜欢看啊，《绿色奇迹》，我知道，就是那个黑人是一个天使的那一部电影，我知道，坤坤。还愿那个也很可怕。依然，一直，一直。忘记了。嗯 ，Google 都唔知咩叫瓦砾，瓦砾是窝衣啊，唔系应该叫瓦砾哦。其实我也蛮好奇，为什么叫瓦砾？我们就是窝衣，窝衣瓦砾，窝衣瓦砾，很可爱，我很喜欢瓦砾。好啦，就配合一下嘛，就是毕竟是台湾的文化，这、就是台湾的译音，那就。来瓦砾波，对，个译名笑咩啊？唔好笑笑人嘅你，你咪喺度笑笑屁笑起笑咧，都瓦砾啊！谢谢盖盖的玫瑰，谢谢婉琼的眼睛夜障重啊 ！Star Wars 我喜欢 R2D2， 一看就很喜欢 R2D2，R2D2 很可爱。人力霸王，我不知道是什么。我没有看过《怪奇物语》，可是我知道内容。瓦力超可爱。超人。超好笑的，你知道吗？超人有一集就是超人他失忆了，对他失忆，但他忘记那个招式要怎么出，要怎么做，然后他一直哼哼，一直比奇奇怪怪的动作，然后那个，哎呦吓死我，那个怪物也笑，就是也很问号，不知道他在干嘛。对对对对。就是没有发光波的那种，不会发光波的那一集，就那个一直不知道怎么用，然后突然他做这样子的时候，不知道做这个还是怎么的时候，然后他上面那个东西掉下来，我真是笑死，超级好笑，我跟你们说，忘记怎么战斗，没错。加油团家们，各位朋友，新年快乐！我没有看，我不知道他第十五集讲什么。
觉得超人是给小朋友看，战队是给大一点点的小朋友看，蒙面就是假面骑士就是青少年看吗？我不知道哎，我只知道超人迪迦，你知道吗？超人迪迦哎，超人迪迦。那我知道那个这是最经典，这是我知道最经典的。那什么，这主题曲是什么？然后我也得被骂，听着就强人骂，真黑朋友。我忘记怎么唱，英勇的咩变身。东一个西一个，你知道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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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想要接那个人风战队的主题曲，要是我。Hello， 人哥 ，Hello。哒哒哒哒哒。十秒变失手，十秒变出走，忘记了失手。嗯，老单刀，老单刀。合力为打敌人，如怪吗？我即刻变大个，人面凶手一个二个，一激起我就有火。最好的必须再练过。我在找以前的儿歌。冲击波，他妈妈冲击波，那就啪，这样子，超可爱的。还有哆啰啰，哆啰啰很厉害，好不好？还有那个小雪，雪小雪，冲击波，很可爱。嗯，他妈妈，我想要一只他妈妈，或者是一只哆啰啰，啊，不对，对哆啰啰，
基督浴，我不知道基督浴是什么，我看一下。是隐者，他妈妈。啊，基督旗，是吗？很喜欢一个，你们知道《彩云国物语》吗？可能女生比较会知道。最神奇的卡通，大家都对内容没有印象，可是大家都记得那首歌怎么唱。哇，因为这首歌真的是超级好听，超级好听。小时候看完全看不懂，可是一定记得这首歌。哇哦，然后很多人就说对这部卡通的回忆就只有这个名字，还有这首歌。哇，神曲你知道吗？神曲哎。还有什么玻璃棉具也很好看，神雕俠侶正，我都有睇，就大長今，等下，嗰個係還好。Hello， 不是我穿褲子。城際風景聽誰故事，傳遞中可惹誰回憶？如在花飄散才看見，一生我信的只有你。愛會看到，看我這生的旅途，要站在這世界上最高。偶爾看到眼裡景色的插圖，優先感覺踏上，我未會往後退，我為你不怕套路，越為你振作不需鼓舞，願意討好。我像看到蜜蜂，永像掛彩打到带着我看到爱云里送，乘着风倾听谁故事，传递中可惹谁回忆？无论花飘散谁看见，总会伴你看花飞满天，乘着风飞半途发现，华丽光中谁有回忆？迎着风飞莫能振翅，飞奔最高冲击百次，花散落了心不会变。好喜欢这首卡通的主题曲。
的羊。适合我唱，我也觉得这首歌蛮适合我唱。回不去了，回得去啊，我回得去，你们回不去，哈哈哈。小时候真的很想要唱卡通片的主题曲。对，是乌梅剧场。国术我有看过《十二过忌》，可是我不是小时候看，我是就是突然在网上面看到别人的解说，那我就觉得哇，《十二过忌》好像蛮好看的，所以我就去看了。当然是这部啊，《彩云国物语》啊。然后你知道吗？以前呢、啊，卡通片还会拍 MV 耶，珍珠美人其实我真的完全忘记主题曲怎么唱。我看一下啊，可是那不算卡通，那是动漫吧？还有玻璃年纪，还有叫单车新人王还是什么的，还有那些歌也很好听。玻璃年纪真的是很经典，你知道吗？他的画风就是那种很以前的。动漫啊。哦，不算动漫档吧，也不是不是。魔戒女王后古生。你知道吗？还有双子公主，还有什么？还有那个男生的卡通有什么？哇，你知道吗？双子公主，她的主题曲是 Jam 唱的 ，G-E-M Jam， 邓紫棋唱的。我没有看过什么胆小狗英雄，逆之奇幻旅程啊！逆之奇幻旅程正，等我等我。在飞来奋起，我目标相距几公里，唔唱 K， 唔唱 H。
火车在跑，银河铁道吗？银河铁道什么？发变小樱，魔法神器谁可阻挡？喝我 Sakura， 挥挥上帝解开魔咒。猪八傻。哎，这部卡通超好看的。一只奇幻旅行。Oh my god。男神哎、欸，哦，那是我童年男神哎、欸，娶我，娶我，哈哈，这是，但是我，你知道吗？我小时候真的是很喜欢，哎呀，啊，哦，给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这是我童年男神，他还算无袖哎、欸，他算无袖。他们给我亲上去好不好？哎、欸，你们看不到，给你们看。你们给我亲上去好不好？要不要亲？那么近了，哈，还给我牵手，还不亲，气死！魔法先生同家训，我知道。魔法，魔法，小神童，魔法神童。攞住本书喺度嗌，嘿，攞住红色嗰本书唔知嗌乜，啊，出咩？唔记得咗，啊！你太大个，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你说最 bless 我，对，什么都不知道。唱啊！什么不是我，你说你不知道。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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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这部吗？先拿一个红色的书，然后再弹一些消失。什么都是这个这个这个刀，你听这个或者都听得过，似一个神童。要勇气对错，不必放手，我更爱与手不刀刀。假修，你叫加选。叫做楚金大冒险吗？等我，这个巴布沙基隆加，我知道巴布沙基。家，大五沙给了家，我知道。然后那个喷那个黄色的那个电光波，哇的！台湾球，我要看到台湾球。我特登喺 YouTube 揾台湾球一起睇。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一首歌很经典的，就是。那个是什么？南龙，你们知道吗？就那个影子，
找一下蓝龙。蓝龙，那个《天界七龙》第二季也很好看。他的广东话主题曲超级好听。阴阳大战机，我知道，阴阳。太初只似有极，咦，系嘛，系嘛，唔系，嗰个叫太极千字文，黐线。阴阳大战记，你没有看完《蓝龙》第二季，赶快去看，超好看的。阴阳大战记，我看一下，我已经懒得打字了。阴阳大战记，啊，白虎。白虎朱朱雀，白虎朱雀，凤凰，还有一个什么，忘记了。还有那个象棋王，啊，炫舞，对，青龙白虎朱雀。啊，不是凤凰，是朱，这是炫舞青龙，对，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对，没错，玄武到底是什么？他这样子，哈，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跑，然后就变身。麒麟王真人版都不要说了，你看，是这个，他变身，他跑来跑去。跑起来，跑了吗？对，跑了。就是这个阴阳大战记啊，炫舞是乌龟，原来哦。我的普通话一直都是不标准。洛克人好像是那个主角跟那个电子合体，然后又变那个吧？对啊，那太极千字文，千字文是什么？太极千字文咩嚟噶？太极千字文，哦，很长，分不到这个太极千字文，还有那部。阴阳大战记，哎，我看一下哦，太极千字文是合体的，然后阴阳大战记是不是合体？是召唤。太初只似有极端海边，你知道吗？这部它是金木水火土这样子。太初只似有极端海边，哒，这跟那个角色合体。你们，我觉得你们一定知道，
龙王传说，龙王传说知道吗？这个，这只，这个这么可爱，怎么可能没有看过？它是它变成一条龙，一条龙哎，知道吗？掉了好几次了，我的手机有看过，哇，好想玩那个机器哦！我小时候有《光之美少女变身器》。第一代的那个手机，那个闪电十一人的时候，我已经是过了看卡通的年纪。等我，等我。阿华，你是说我刚刚讲的那个吗？还是那个太极那个，哦，还是你说光之美少女，那叫光之美少女 Max， 这样。仔是不是没有看卡通啊？啊，光之美少女 Max Hunt， 对对对。龙王传说，我超想玩这个的，我好想玩，我超想玩他拿着的那个东西。困局中，一起继续冲，不要被什么操纵。我想要这个，想要这个。哦，对啊，现在的小朋友都不看卡通，其实现在小朋友都看手机，不懂，我们都不懂，不懂卡通的美好。原来我也知道那个小红帽，原来大仔是看比较欧美的。我看一下，我刚看到魔法小米露，我知道这一部，可是我没看过。修者，灰夜姬，不是吧？灰夜姬，不是吧？这么小看灰夜姬，我知道你讲哪部。Cartoon Network， 我知道 Cartoon Network， 以前都看那个看。小女警，阿信要把漫画收起来。有啊，有看到 Kelolo， 喜欢卡妈妈。
小鸟 BB， 你们叫小鸟 BB 吗？欧美的话，我比较知道这些什么鸟儿翠丝，还有什么？我思考一下哦。还有 Tom and Jerry。我知道那个变身的，对，奔泥土，对对对对对，小时候看卡通是跟我哥一起看，我哥也比我大两年。难道 Neverly 是我亲哥哥？要输！德克斯特，那是什么？也不错啊，那也不错哎。那如果 Netflix 是我哥哥，那应该很疼我，是不是？那赶快疼我，给我汇钱，给我汇款。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还有什么？我想一下，为什么不好？那明明跟我哥哥是同年同日同日，对，我在讲什么？同年同月同日生，你当我哥哥，你可不可以陪你哥哥来，陪你哥哥来给我看单？考虑一下，考虑一下。哎 ，Neverlucky， 你知道《Mira》里面有一个叫伊登的成员吗？然后他也是很疼妹妹那种，超棒！你去赶快去看他的 IG， 雷爵安，他在台伊登，伊登，伊登。哎呀，这个都可以给你带。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就是，我哥跟 Neverlucky 不是同一个人，所以放心。怪物实验室好像没看过，可是我知道飞哥与发仔，发仔，这什么团？为什么？等一下。哦，好，我最好我哥是 always lucky， 我哥是一个很努力的人，真是狼贼啊。小富很好看啊，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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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啦啦啦啦啦啦啦，多本书是博士的邪恶企业。啊，你要怎么唱 ？Perry，Perry， you are the boy best friend。有听过那首歌吗 ？So come on, Perry， come on, Mary， come on。然后还有什么 Never Lucky 有去看吗？去看了吗？换吃苹果，我拿苹果过来吃。要现在吃吗？还是我站一下看看我胃还痛不痛？我要告诉妈妈，你们倒大霉人。不是，这个我知道，那个妈，飞哥跟小佛在乱开墙啦，然后那个吉他声要噔这样子，妈，飞哥跟小佛在乱开墙啦，噔，然后就开始了，要抬过，我抬过可动可动磨一个地上，好正啊，才会冷多咗。对不对？很经典。想吃东西，可是其实我不饿，然后就很想吃。最近对巧克力渴望蛮大，可是对巧克力酱有点太热。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那个电影超好笑的。看不会红。他们会生不生妹妹啊？我来当你妹。我不知道，我不想站起来，站起来很。伊莎贝拉，嗨，伊莎贝拉。我胃还有点痛，对，有点。一大姨，你在做什么？胃痛啊，唔系 M 痛，黐线，应该没咁快。我吃苹果应该用咬的，因为那苹果好像放蛮久的。哎呦，我看一下苹果有没有。我要吃苹果，等我。哎，不痛嘞，我胃不痛了，好开心。洗一下苹果。超痛！我跟你们说，痛到一个真的不行。我在坐车的时候，就是我不坐下来，我真的是会痛死。幸好有位置坐。等一下，这样子压有点长。Yeah.
我看一下。啊，对，是127的。徒手搬开苹果，怎么可能？可以吗？这人，哎，谢谢晚上的掌声鼓励。很难呢。不痛啊，实在不痛啊。下一次表演给我看，我要看。看我手机。谁的歌？我还好，我还好。不想听。Make a wish, make a wish, yeah。等我，我把我的口红吃掉了。你看，我打错字吗？算了算了，然后手机放好。怎么第一次听？喵喵喵！
爸爸 never lucky。至少。总之呢，我不是这个广告。他想喝汤耶。很多人念错你名字。因为我有一个蛮喜欢的歌手也跟你名字很像，可是他没有后面的E。对，然后他也是叫达利。看他嘛，哎呀，他要改。
叫做 Viva la Vida， 给你们听。他的 Viva la Vida 唱得很好听，就是他改编的很好听，这整个很 smooth， 你知道 smooth 的意思吗？啊，拜拜，大家，拜拜，就是很流畅这样子。掉光光，今天打的几道鸡嘞？我们叫哎，这几嘞看看。对，我有一阵子很喜欢听这首歌，超好听。可是我的胃好像有点不行。先不要，先不要，因为孔还在。对他们这首歌超级棒，你懂吗？就是因为这首歌，然后又好像爆红还是什么的。那我本来都胃痛，然后我吃了胃药，胃就好一点之后，我又再吃苹果，然后当然胃会撑不住，会受不住。对，现在会有点不舒服，我完全在吃胃药，胃散。对，还有等一下要去丢热水。今天可能15分就关，然后下一次再会补回来那个直播的时间。好吧，现在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我唱中文歌完全把我的缺点暴露出来，就是我唱中文歌会把我唱歌的缺点全部暴露出来，可是唱英文歌就比较适合，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超级超级抗拒唱中文歌，我很抗拒的，真的很不喜欢唱中文歌，可是我喜欢唱歌。就是，因为我今天我本来安排在1点开播嘛，对，本来是1点要开的，可是因为我要练团，然后我就自己又没有注意到时间，所以我就，他就2:03，然后，那个我想一下，然后要练团，所以我就把时间移后到3点开始。对，然后就是3点开始，对，然后因为我改的太临时了，所以要对对对，没错，国术就是你说的这样，没错。像我现在不能关呢、啊，我对，这就是我的人生。Roman cavalry cries to see. Be my memory of sunshine. My missionaries in the fall of me. Oh, sorry, I can't explain. I know Saint Peter will call my name. Ever and on his way. But that was when I ruled the world. 今晚我想来点。顶台风。
可是这个只有我们知道哎，我不知道粉丝知不知道，粉丝应该不知道。好棒哦！有听过这首吗？你们？所以我等一下还要整理我的垃圾，所以要赶快赶快，就是打，就是十五分我下播之后，我下次再补课。No matter what they say, I love you. Can't stop, no, I love you.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走音 I love you. Sing a little thing, I suppose.有唱过 Unbreak My Heart， 我听一下。这是女版吧？她唱女版哎。那要唱。这样太强大，可是他唱得很轻松哎。对女生来说好像也是蛮低的，等我一下哦。
我有换过我的唱法，然后去唱中文歌，我真是没办法接受我唱中文歌，太烂了，我唱中文歌太烂了。我来听这首歌。超喜欢听他们的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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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再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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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看歌词啊，拜托，我有歌词我都唱给你听了，我没歌词嘞。我已经觉得这是很棒了 ，OK， OK， 别搞笑，整个神略，对，没错，是的，没错。Here we are now, everything's about to change. Face the motherfucker.Break my heart, say you love me again. Undo lip search, cast and walk out the door. 谢谢柠檬的玫瑰。Walk out the door， 有没有其他歌啊？就像 Unbreak my heart 这种类型的。歌是比较老一点点的歌。I am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when my name day. I don't wanna hurt anymore. I stay in my life every day. 没歌词，不要怪我不会唱，是我没歌词。Don't walk away from me. 哎，我的刘海很糟糕，上随便。I had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Are you? 还什么？They say the song about a broken hearted. Dun dun,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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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圣诞节要来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有 feel 吗？有感觉到吗？没有，因为天气还是那么热。There is just one thing I need. Christmas underneath the mist, Christmas tree.Memories come true.
Christmas, there is just one thing I need. 陈奕迅的告白气球，告白气球。I would hold you in my arms. I would take the pain away. Thank you for all you've done. Forgive all your mistakes. There's nothing I wouldn't do to hear your voice again. 等一下什么？ No, you won't be there. Oh, I'm sorry for.Couldn't do, and I hurt myself. My heart in you. Wow. 他什么歌？看一下。2019年 ，Unbreak My Heart。差不多啊，差不多啦。该死你吧！我该死你！什么啦？哦，法文，西班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啦啦啦。嗯，突然啊 This is a man's world 啊，这个超好听的。哇，不是，我不是说哈利路亚这首歌，我是说这个 Unbreak My Heart 的什么版本，我看一下。这个。是一个西伯利亚人，冬天的冠军。好了，大家，我要下播了，我先在下播之前下播。下播之前先念一下排名 ，OK。然后，哇哦，啼笑，笑死！第20名的是金佑，谢谢金佑。第19名是夏鲁，谢谢夏鲁。第18名是小叶，谢谢小叶。第17名是米妖，谢谢米妖。第16名是郑东，谢谢郑东。第15名是127，谢谢127。第14名是宽宽，谢谢宽宽。第13名是风仔，谢谢风仔。哎，酷哦，风仔。哎，风仔头贴很酷哦，有帅有帅。第12名的是柠檬，谢谢柠檬。第11名是晚熊，谢谢晚熊。第10名是道武，谢谢不是道武，是杜武，对不起，是杜武，谢谢杜武。第9名是明，谢谢明。第8名是七二，是企鹅，谢谢企鹅。第7名是。冠伟，谢谢冠伟。第6名是邦伟，谢谢邦伟。第5名是班长，谢谢班长。
第四名是圆滚滚，谢谢圆滚滚。第三名是俊颖，谢谢俊颖。第二名是五一，谢谢五一。第一名是周，谢谢周。我今天的刘海怎么了？要修。好，大家谢谢陪我，谢谢你们陪我直播，然后陪我撑那么久，我的对，就是陪我胃痛，陪我胃痛。好，我要下播了，谢谢大家，我要去丢垃圾，然后下一次再补。时间。OK， 拜拜。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我发现啊，是不是最近那个活动太多，然后但是在直播，不管是在谁的直播，也是比较少给，就是比较少donate这样子是吗？就比较少丢礼物之类的吧。对，我觉得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把钱省下来，然后去参加活动，或者是买生写真这样子也不错。对，对对，就是来直播陪我聊天就好。最近会有，就是有，对啊，最近活动太多了，所以大家花的钱也花的蛮凶。对，还要买 CD， 还要买很多很多东西，太多太多了。谢谢你们，所以我就想说，就是我是可以。就是我懂这个状况，我也知道我们活动很多，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尽量就好，就尽量就好，不要在直播上面就是太在意这样子。好，对啊，太多活动了。对对对，意思就好。就是不，对对对对，不是嫌，我没有嫌你们，我就是我知道这个状况，也希望大家就是把钱就是省下，然后自己够用，然后自己有存钱之后，你真的有可以就是送礼物什么的之后再想。对，就是我是你懂吗，就是我是希望大家又可以存钱，又可以参加活动，又可以就是来握手会什么的，然后如果直播就是我觉得大家来陪我聊天我已经很开心。OK， 就是很怕大家误会，我不想大家误会，就是想要说，就是我知道，对，对对对，垃圾车来了，所以我等一下就整理一下我的垃圾。对啊，我要下播了，拜拜。